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学长老简介，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译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昌寺主持林学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又阁继续来讲这《禅林宝训》第63集。即集的训题安尼讲。自然所感啊，人皆鬼事。意思就是讲，受到这个至理名言，讲了真有道理的话呢，所感动，所以世间人拢自然接受，敬仰心来皈依佛教，来参学，来学佛。佛门来讲。夜暗入院后，施主请小参法，得相言而不入，是有备而不变，是江西南角自作，持以中玉若刻骨为魂，可处同乎？持以中道，符合人心啊！以我为戒，所以受方灵言，大金弥民。若欲立正门下，眼前见地，困我状况啊！故下分明，埋沉佛祖。虽然如明，行到最强处啊，坐看云起时，又是诸所虚所未闻啊，鬼者如痴啊。这意思就是讲，这个黑暗禅师去。待伫迄个角宝院时，伫遐做主持后，迄个施主就是来布施的信徒啦，哈，就甲请小参。小参就是，毋是像安尼几啊千人踮遐讲经，是私下去甲请教、请开示啦，啊，做小参。禅宗特别用讲小参，就是私下请伊开示。啊！迄个水岩禅师就安尼讲，讲圣道啊，即、這个真如实相哈，伊是形象不变。但是世间一切事事物物哦，
即个有形有相个吼，拢会有毛病，啊，一定会无常变坏。咱讲生住异灭，啊，生住坏空，啊，人有生老病死，有生就有老，有老就有死。啊，物件吼，生住异灭，拄啊形成身呢，啊，慢慢在咧变贵。变到尾啊，吼，都歹去，后去啊，都消灭去。啊，地球大甲山河大地，生住异灭。最初，迄个地球最初形成，住就是有一段期间会使住人，有动物、植物。啊，住到用到一段时间呢，地球原来会消灭呢，原来有废墟。在科学家讲，经过五六十亿年以后。地球的废墟嘛，到迄阵就爱消灭，到迄阵就慢慢变坏，变坏吼，就消灭，消灭就散去，空气就像迄个咱暗时看一粒星啊，缩一粒，咱全到半中来烧无去，迄个一个小星球已经毁灭了吼，所以物件拢会变坏，伊来讲以前吼，这个。江西的妈祖第一，咱讲妈祖建庄林，必定立清规的妈祖啊。啊，含迄南角石头西迁禅师呢，即个祖师吼，拢刻刻古圣先贤所讲的话来做教训后代的徒弟徒孙，啊，来印证你所参的是对啊，唔对。所修的适当也不适当，最要紧爱契合这个中道的胜利，啊，讲上客福利啊，下客人心，爱客这精神，众生的精神。当然，参禅悟道是最大关切，主要就是爱悟道啊。所以这款真简单朴素的这款禅方啊。简单的开始，人讲不立文字啦哈，直至人心见性成佛，啊直接啊指示你咧，做真心实性，你若证悟当下成佛啊，这简单的简朴的这款禅方哦，啊灵就是再讲超过一切的法门，啊到现今还未断绝去，咱到即马后代称。千几冬吼，拢淡薄做书，传到六祖慧能，慧能才阁发扬光大。咱遮拢后代祖孙，六祖传来有遐林济宗啦，啊，遮啊做啥啊做洞宗。咱即马台湾大部分拢林济宗啊做洞宗，拢六祖的后代啦，拢禅宗的后代。虽然有诶吼，原来咧修净土念佛，但是伊个法号拢是禅宗的后代。所以讲到即嘛吼，拢还袂断绝哈。假使只只这禅语吼较无了解啦，就是讲恁来甲我参禅，恁若讲伫我三经的门头前吼，还袂开始，你都已经会悟着道呢。安尼就是委屈了我的禅宗啦，哈，宗风啦。啊，你若讲吼，是伫我迄、那个，我甲伊开始以后，才分明了悟，当悟道吼，安尼就是埋定了佛祖，啊，所以我比佛祖较伟大。意思就是讲，禅子会使悟，袂使当遐啊讲遐个叫做安怎是安怎开悟哈。讲、啊、虽然是讲安尼吼。但是若真正会明了吼，就像走到迄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吼，啊忽然发明，游一村啊，发明六岸游一村，啊忽然开悟吼，就像坐伫遐看迄个白云升起来呢，迄种禅宗的语句啦，啊。因为这个。禅师吼，因为这禅师
会安尼开始吼小餐，所以住宿，住住宿恁爱注意哈，住住就是穿乌衫，就是住出家人，出家拢乌海穿拢乌的哈，啊宿就是白啦，白就是印度出在家人拢穿白，所以叫白衣。咱讲白衣居士、白衣大师、白衣观音、观世菩萨现在的身，所以叫白衣观音。这白吼，就话做素衣了。意思就是讲，遐出家穿乌衣的出家人，含遐穿白衫的在家人，拢来哦，都拢食诚心来个顶礼、赞叹、阿耨、供养，啊来参学啦，啊。我听着讲这禅师讲的吼，因以前捌听着。文所未闻啦，哈，拢来皈依信仰，下去参学。迄人坐到像迄池啊那啦，你看咱去老者池啊，吼，加加滚，嗯，啊，人客人，嗯，咱这个真如实性，这个性道呢，真如是无形无相，遍一切处，无所不在。就像虚空安尼，所以真如是空寂的，寂就是遮一静，无震动，也无生起来，也无消灭，如如不动啦。咱讲如如不动，这静观正常经就安尼讲，言语道断啦，心行处灭啦，故名不可思议。正到迄个真如实性吼，迄个时阵吼，你妄话也描写袂出来，所以做言语道断。你讲啊，我正到境界就是安尼安尼，迄讲了拢已经无毋是真如啊。啊，心行处灭，含想象都袂当想象。你讲啊，真如就生做安尼，倒像安尼像安尼，你想象也想象袂到，所以做心行处灭，嘴也讲袂出来，做不可议啦。啊，心也想袂到，做不可思。所以合起来，这不可思议，就是讲，咱佛经咧讲不可思议，就是特别指这真如实性，迄、那个不二法门，互你用嘴也要当名写，文字也要当名写，心也想袂到。啊，但是一般世俗人，即马新闻记者拢换体咧利用，都若较奇怪，就讲哦，不可思议哦，迄只奇怪，迄佛经咧讲不可思议，毋是遐简单啊，就是指这个真如实性。这样经，这样记就安尼讲：妙有即一毫不立啊，真空乃因果力然。咱讲伫咧境界做真空妙有，虽然是空啊，但是妙有。为空就像虚空安尼，本来无一物啦，连啥都无。啊，但是虽然像虚空，毋是空啊死去呢，伊迄、那个。智慧加灵敏，啊，或者智慧光明，神通妙用哈，唔、啊、是空的，所以啊，做妙有，空中有迄个微妙的迄、那个做智慧神通，所以做妙有，唔是无，是真微妙，唔是世间的有。但是你讲伊妙有吼，掠准这物件有一项物件，佫唔是一毫不离，你找一支门也无。啊！虽然真空，迄、那個、真空的境界，可是你唔通空到讲啊！我都悟得空啊，所以我啥也乌白做拢无要紧。我来做贼啦、偷地物件、杀死人嘛无做啊，唔是安尼哦。所以虽然真空啊，因果力然，因果报应。